谁呀？ 进我帐篷，啊！吓死我了！还好。陈教授，你这药箱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？没什么贵重东西，就是胰岛素。 这要是丢了的话，我这半条命啊，就得折在这儿了。老李啊，你刚刚有看到什么吗？我刚才一直在那儿呀。没有什么，我都我什么呀没看着啊。咱们这荒山野岭的，一般的驴友不会在这露宿的。在山那边，有个猎人打猎休息用的小木屋。 喂，那个山里小姐不是被九头蛇袭击，在这附近失踪了吗？好了，老袁，啊，你去把泥巴放了。好。喂，泥巴。 有什么呀？被泥巴都跑。啊！莎莉，莎莉，莎莉！哎哎哎哎！金飞姐，你等等，我去看看。不是，妈妈，阿姨呢？ 这是舍利的衣服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别激动，老大，是我，是我。你就不怕我真开枪？嗨，妈最强而已。你要真开枪，我大不了睡几个小时喽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肯定是遇害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 也不一定啊，万一只是他的衣服掉在这儿，对吧？如果莎莉小姐真的是被九头蛇拖走的，现在她的衣服又出现在这儿，那九头蛇很有可能在附近。啊！所以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再说吧。行，走吧。行，走吧，走吧，抓紧时间啊！行。 老人，小心！啊，老人！你爸，出来！出来！ 出来！你爸，出来！
要赶紧捕捉猎物的，放缓呼吸，别动。怪物，你来吃我呀！怪物，怪物，你来吃我呀！来吃我！狗娘养的，敢吃老子的枣，看我不宰了你！小心！啊，老人！难道这是个陷阱？老袁，我觉得九头蛇是故意的，他故意误导老袁，让老袁率下山崖。别胡说八道了，那就是个畜生，他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想出这种损招啊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基因编程可以打造出全新的基因，让编程生物可以表现出实验者想要的任何一种形态。编程机，你说这个我也听不懂啊。也就是说，实验者就是上帝，他可以让蛇长出九个头，也能让蛇和人一样聪明。他就是说，如果这蛇真能攻击我们，那我们就走不出命令山了。被我们抓着了，这太简单了吧？哎，那看来那老头没骗我吧？小姑娘长能耐了啊！哎，喘口气儿，喘口气儿，这种血腥的事儿啊，还是让你大哥来干比较好啊。好了，雨轩，走。好，别难过了，我们杀死那怪物也算是为红霄报仇了。这样才好打嘛！干嘛？你放心，这麻醉药剂量那么大，不会有事儿的啊！
Ha ha ha!